这次有了青龙号兄弟们的帮助，30张女儿图，全数制作完成了。我先敬大家一杯，感谢大家。想对兄弟们说的，都在酒里了。哎，都在酒里，来来来，嗯，都在酒里啊！喝了，喝了，谢礼庄主啊。 口感细腻，味道独特，香。看来啊，食物也不可貌相啊。<笑>那多吃点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李庄主终于开窍了。<笑>多吃一点。哟，小琴这胡丫头也知道照顾人了啊。<笑>他那照顾也分人，像我们这大老粗，小琴才不会给我们夹菜呢。谁说的？ 我现在就给你加一筐，你好好吃吧，冻住你这张贫嘴。哎，正好，我说你也算是咱们龙珠帮这嘴头子最刁的一个，可我怎么感觉你跟严明哥比起来，你还差得远啊？啊，那肯定是，这玩意儿没陪练呢，整天守着你这么个人，我这哪像严明哥，整天和小琴对喷啊？谁喷了？你此言差矣啊，我跟小琴可没有对喷，我们只是。 每天磨磨嘴皮子而已。来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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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！哇，你不行哎！到你了，到了啊，到了！人在江湖飘啊，哪有不挨刀？我生都砍死你！啊！女庄主，你也不行啊！慢点。哎，你慢点，又没人跟你抢。嗯，可惜。来，还给他倒呢，啊、说胡话了都。倒酒也不让倒。龙帮主，能不能改一改你这一身江湖气息？我改什么？少了点女人味儿。女人味儿。女人味儿，陆小仙那样。倒也不是，至少咱们还可以互为知己。你那种女人味儿，有杜小仙一人足够，不少我一个。你要是缺那些呢，多往我五云阁走走，那些莺莺燕燕的姑子们，什么味道都有。不是这个意思。白无董，再喝一杯，敬我们一起完成的大大小小。我下九流呢，不缺买卖，虽比不上你们心思路的大，但靠力气讨生活也是绰绰有余。如今既然女儿图已经完成了，咱们那个青龙号就还可以再增加一些项目。好了，好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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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散伙。啊？怎么算伙？这江湖人讲究快意恩仇，你要的我没有，我要的你没有，不散伙还赖在一起干嘛？疯了，放开！放开！你不就又跑了？放开！别人都看着你。不怕看。今天我就要把心里话说出来。我，李清流，不准你罗傲仪离开我。
你才跟我学经商几天啊，就深得精髓。这样，我就更不能放你走了。咱俩搭档，把银城商贾这些猫猫狗狗杀个片甲不留。喝多了吧你？酒品越来越差。你们说是吧？是啊。是，快快快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喝不死人的，来来来，喝吧啊！哎，这喝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喝，多喝点。好，青龙号怎么样？在你名字里取青，在我名字里取龙。好名字。行，我答应你，用我的青龙号干死那些不仁不义、走狗奸商。来，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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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